好，我们上课吧。老师就讲，我们在学习古诗，对吧？古诗两首，老师讲这个星期六、星期天嘛，借他留给他的。好，你先说几句啊？第一首诗，他妈的这个干嘛嘞？梦游景文，好，读一下何进。何进有在？天气晴，云彩悠悠，傲霜枝。云彩悠悠，傲霜宋氏承王举义学。嗯，好的，来，那么我们不看书了，不看了，好手机啊。梦游景文。何进已无，晴雨在，菊残犹有，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区区地，正是橙黄绿时。好的，来，男生先读一下，男生的六首诗啊，开始。梦游景文。何进？何进？无晴雨盖，菊残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区区地，正是橙黄绿时。好的，来，女生，啊，女生，女生念一下女生的手机啊，正流景文。正流景文。何进已无晴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好景区区地，正是橙黄举荔枝。好，接他呀，没呢？老师，上么讲也没嘛？那个接他一下啦，模糊。我们接他，我说上么讲一样嘛，模糊。好，下一个，那这波过端没？伤心，再看我来手机啊。伤心，远上远上台湾的地雪，寒雨手闻船家，停车坐岸风平晚，霜叶红于明月花。好，我们不看书了。然后我们这边标记啊，山行。山行远上寒山，是季节。百云生，有人家。停车坐爱，枫林晚。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背好了吗？你给别叫 BB 了。背好了吗？背好了，背好了，好，背好了。手机上，女生啊，啥比如手机啊，山行。远上。远上，哎，背好了，走。远上寒山。远上寒山是季节。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停车坐爱，风
一碗，霜叶红鱼，二月花。嗯，还没背的，还不会的，赶紧背下来呢。三木建议老师得加班没嘛？哎呀，家长，来，老师拉声音，男生的手机没？山行。山行，山上，山上有南山神迹园，白云山家，停车坐岸，风景满目，霜叶红雨，二月花。二月花，好的，啊，非常好。那山行已经会了，那我们继续往后。那个是比较积极啊。我二年级，这个是二年级，后面切的。好的，我会读。老师，我拍在这手里的积极啊。第一个是娃娃。娃娃，对了，第一个是娃娃。好，第二个是第二个是什么呀？手啊，这个不知道。胳膊是什么呀？胳膊不空目标啊，胳膊。好，下一个是光盘，弟弟会留标啊，光盘。好，然后是名片，好，名片，哪个也有标啊？名片，好，然后呢？旅游团，可以的，会有标的，旅游团。好，下一个是三峰，好，然后是巨石，好，然后是风铃。风后面是什么呀？林树。枫树。对，枫树。好，下一个是菊花。好，下一个是风景区。风景区。好，下一个是。翠鸟。好，下一个是什么呀？甲鱼。对的，甲鱼。好，下一个是高粱。好，然后是橘子。好，下一个是。降落伞，对了，这个是晴朗，好，这个是观察，好，下一个是认识，好的，下一个是有请。好，下一个是骑行快撞，对的，啊，你们都会读啊。老师，这裤外面发的哪？胳膊里面发的哪是吗？是。啊，小华丽丽，老师要蹦丽丽表他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记记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是光盘。名片怎么说？零卡零六标啊，名片。啊，宝马老公三百八没，风三百八没，哎呀，名片。这个是光盘。好，这个呢？秋树。是什么呀？枫树。枫树。好，这个是。菊花，对了，菊花。好，下一个是翠鸟。对，老师，声音录不下来，录那个录不下来，翠鸟。好，这个是
甲鱼，甲鱼，对的，甲鱼，所以老师看到你看见鱼，鱼那么进来呢，喏，这个是甲鱼，第一个我老师说甲鱼，你看嘞，甲鱼，它不是鱼啊，它是一个乌龟啊，它是乌龟，但是它的名字叫甲鱼，我们要，所以我才给你们看图片呀。 看到那家，哦，甲鱼是乌龟，乌龟和甲鱼不一样，头不一样，你看，头不一样，然后他们的手也不一样啊，他头是你看，是咧咧，乌龟是那种长咧咧，那咚咚咧咧，都那么好不呢？这个是甲鱼，你看。 OK， 下一个是什么呀？降落伞。对了，降落伞。你有标啦，是吧？降落伞。好，下一个。OK， 认字的老师来手机啊，这个是。下象棋。 下象棋，下象棋最佳通告标嘞，下象棋。好，下一个是。拉二胡，拉二胡，拉二胡对嘞。好，然后是。唱京戏，唱京戏，哦不拉苏嘞，唱京戏。 好，这个是。喂鸽子，喂鸽子，喂鸽子啊，喂鸽子水，库里有啥嘴的？好，然后是。这个。航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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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了是吧？航船里，摩托车蹦上的。 零零蹦上个，零零六打过来，里面零零六打嘞，过航模。好，下一个是。学电脑。OK， 跟老师说下象棋。下象棋。拉二胡。 拉二胡，唱京戏，喂鸽子，做航模。 木王后来做没？学电脑。学电脑。OK， 好，Dislong Lady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弹。好，然后是。 羊，羊，美女了，我表嘞，羊。好，下一个是练习的练。好，然后是。花，好，下一个是。花。呆。 书法，然后呢？画，钢琴，对吧？钢琴。然后呢？花草，。天气，好，可以了。来了，索莹。好，老师让索莹声嘶力竭来比较一样啊、哦。
不是生词，就是刚刚复习的。不拿哈雷的歌，老师说的切了那一样，一个写五遍，俺告诉你们，首先唱一遍，顾着靠赖姑们，然后老师说。老师自己写一下作业，印在页面了。把他妈的哭个娃娃。等一下，我去。等一下，几点吧。胳膊，你说吗？方圆。写好了吗？好了。OK， 好，继续往后。老师让你那个拿出来三遍是一嘛？就是说娃娃娃娃娃娃，对吧？三遍，胳膊胳膊胳膊，光盘光盘光盘，就是写一下。
明白吗？还没好，还没好也没关系，可以在那个群里面抄哦。要怎么写知道了呢？好，那么你看一页哪个是标股啊？这些我们都学过的。老师写好了，嗯哼，写好了。老师，我也写好了。OK， 好，那么有些人写好了。还没写好吗？我家里面一里，没写下来。好，还没写好也没关系，老师会发在群里面，个人嘛，部长那边哦。好，那个是不要一样，这个是复习，老师说登不必大的吧？
你知道他干嘛吗？我是写好了。嗯 ，OK， 写好了，对吗？对，哎呀，不了鸟。嗯。老师，我也写好了。非常好 ，OK。没写好的同学没关系，我会发在群里面。老师，个人嘛，不查了没？个人嘛，编多少呢？阿丽卡嘎，一个再写三遍，老师东告他一嘛呢？再写三遍，老师东告编一他没？现在才会记住。好，可以来，那我们继续往后。老师，那个多呀？刚才啊，跟老师读一株子一香，一株子一香。一株子丁香，丁香什么颜色？第25页。你先看这里，好，丁香花是什么颜色呀？紫色。紫色，紫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丁香树，这个是丁香，一株。我看到这个树。对，就是丁香病类这边路标的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哎，所以跟老师读，踮起脚尖儿，走进安静的小院。走进安静的小院，我把一株子的丁香，我把一株子丁香在老师窗前。待在老师窗前。OK， 踮起脚尖，脚尖知道吗？知道也 tiptoe， 知道也 take a little， 不要啦。要说了，阿丹们家境，爹爹哩文静的家境，七七八里那多啦，对不对？阿里七八里多。脚尖的表嘞，点嘴啊！你切片嘞，我打嘞，提笔了多把嘞嘞，把笔了多啦嘞，都咪哈嘞提多嘛，就滴滴个嘞稳啦嘞。好，点起脚尖嘞，啊，就切到滴滴，切到个嘞破笔了，白天了稳啦嘞，所以走进安静的小院，这是的小院，小院所以天里嘞稳啦嘞，啊，都咪切嘞稳啦不？我把一株子丁香，我把比我们就那路里个嘞，哎，你看那丁香花啊，便宜嘞，啊便宜的便，啊便宜的便，哎，便宜几表嘛喏，啊便宜包个礼品嘛不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零零满嘞，啊便宜个嘞，栽在老师窗前，老师也不能报喜嘛，塞来的嘞。我们可以看图片呀，26页嘛，对啦，老师也不能报喜嘞嘛。紫香啊，把侬丁香被你晒他嘞，看见吗？哎，都罗里啊，这这个哩长哪里啊嘞？这这个哩拉比罗枯晒多啦嘞，把不罗晒他喽，他把不罗被晒他喽天嘞，老师罗哪个么多见？哎，被牛把罗拉晒多啊喽？哎，不知道，爱情罗拉晒他个哩呀？啊你啊，被小拉晒他是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为什么呀？把路拉塞打路天嘞，啥个没发给哥哥身上经理，把路拉塞打喽。好看。哦，好看的大路嘞，老师我拉拉的米样路拉塞比多啦嘞。
好，其他同学呢？在下路里要把路停嘞，把路拉塞点路停嘞。在哪里比路啊？比我拉塞点路速比较是吗？哎，老师是多加没意思，比拉塞点是吗？不知道了，好吧，比来了，所以老师边来手机啊，比嘛比边没把路拉塞点，好了。踮起脚尖儿，踮起脚尖，走进安静的小院，走进安静的小院。我们把一株子丁香，我把一株子丁香栽在老师窗前。三十秒钟前。啊，不能把这把一列图表表了。我啊，这丁香美丽的苹果，老师也不能抱歉嘛，拉比罗在塞多把的。好，那个是什么？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就让他。就让他。走到。绿色的枝叶。绿色的枝叶，伸进人的窗口，伸进您的窗口，夜和您作伴。夜和您作伴，啊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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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就让他，他是哎呀，变了一个我嘞，绿色的枝叶，杜爷这个沈阳干来的，而是杜爷绿色的嘛，就沈阳来的，沈阳干来的我嘞。伸进你的窗口，你也不能把这个温拉开来没的。夜夜和您作伴，夜夜是说娘来呢，您呢破病里吧里没的。老师哥，你来那跟家人讲嘛啥啦的呢？有很多学生对吧？很好玩儿，表姐阿姨讲那里面一些。那老师哥回到宿舍，一边要的卡家人。哎，老师哥，对吧？啊，上班的呀不喏，一边要多的卡家人，上边要多的，都嘛不去哟。好，哎，就说老师叫的边的嘛，走路的，然后是沈阳的时候，对眼睛好，对不对？面容多高呢？哎，就说啊，你绿色的枝叶对干你的我嘞，不能抱出来，我多问把子的，比如这边的我嘞，您我破屁股开来吧的，好，这边的是了嘛，边了我把这边的我记你嘛，好吧？啊，咱们这边的拉塞比多啦 ，OK， 明白没？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就让它绿色的枝叶，伸进您的窗口，夜夜和您作伴，夜夜和您作伴。OK， 好，把他们的白里编辑没，老师说编没，并大家一起读。踮起脚尖儿，走进安静的小院，我们把一屋子丁香栽在老师窗前。好，大家一起读一下，踮起。踮起。踮起脚尖，走进安静的小院，我把一株丁香栽在老师窗前。嗯，为什么只有刘天天在读？刘天天也，童明浩也被判了嘞，江南路的要判没嘞？踮起脚尖，踮起脚尖，走进安静的小院，我把一株丁香栽在老师窗前，老师就在他栽在老师窗前就可以了。好，后面继续听，我们再比如拿上机啊。
老师，老师，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您的窗口，爷爷和您作伴。好，大家一起读一下，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老师，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你的窗口，和你作伴，作伴。嗯，爷爷和您作伴 ，OK， 好，嗯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株紫丁香。B B 收音，老师罗迪亚里，老师拍拍他的小片，拿草莓，拿草莓们递的哈里里个，你呢自己写一下，并自己读一读。那今天我们上到这儿。你们的作业是 in za ga ba le so yin老师说困难故意他的哈里国再写三遍 now ta dong kao yi me 这个是一第二是第三拜零的拜老师有变拍变没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大家再见老师再见